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。今天介绍这款游戏就是一款飞机游戏，这款应该算是一款小游戏，然后这款游戏我觉得它做得还不错啦，所以今天就介绍这款游戏给大家玩一下。好，现在这款游戏我稍微玩一下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界面。左边的部分呢就是有个讯息按键，然后这个有一个排行榜，然后这个是它的游戏介绍，然后这个设定键可以调整一些功能，基本上来讲这也用不太到啊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就准备玩这款游戏吧。它这边的话就有每一天的奖励，如果说你有喜欢玩这款游戏的话，你可以拿它的奖励，可以达到一些宝石。然后在这边的话是可以换机体的颜色，可是它需要花里面的宝石币，就紫色的这个宝石币就可以换一些它的颜色啊。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开始玩吧。然后我拿到一个蓝色的，可是我觉得没有很好看，红色比较帅。好，一开始红色超帅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些装备的特效，然后可以花钱买。像这个我都没有玩过，我都没试过。这没区域，我看一下哦。补充，快速增加钱币收集，是这个吗？好，今天用这个好了，因为我现在有2000多块钱。好，那就开始啦。这种游戏的话，就是触碰萤幕的左边跟右边。而且我觉得很有速度感，做得很 3D， 而且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就像就是第二人称，你在后面看着在飞机，然后有些障碍物要闪躲，因为不躲直接撞上的话是会爆掉的。可是我是插撞到旁边的话是不会马上爆。哦哦，好，好，那个是结束区域。基本上这款游戏就是你可以开，越远的话就是。成绩越高，就是有点像比赛，大家可以开多远。然后它每个路线，它路线是蛮多的，没有特定的路线。然后你可以每次都走不同的路线。哦，完了，这个来追了。如果你看到身上有雷电的时候，就是有人在追击你，是你看不到的敌人。好，来吧！我靠，撞墙壁了。这就是如果来不及闪的话中了。好，这样就死了。这样的话就要重来了，他就是你下次接关就必须从刚刚一开始的地方开始，然后如果要开始你就是按右边这个键就好了。因为他现在是沙漠光了，好像有看到那个前面是有个光束在动，那其实就是我上一场玩的那个轨迹。哦，终于掉下来了。像如果说你不想跟自己的轨迹走一样路的话，哦，跑回来了，快跑！身上如果闪电出现，就是有人在追击，你就要两个按键一起按，左右键一起按就可以了，它就会加速。好，过关。我们还可以玩多远？这款游戏有教给大家玩，就是大家可以去玩玩看。这款游戏还蛮打发时间的啦，然后也没什么压力，你就随便玩就好了。我来了，快跑啊！为什么这关卡跟我那天玩不太一样啊？还是现在沙尘暴？我靠！好，我看我可以飞多远。然后如果大家有玩家有在玩这款游戏的话，你可以跟我报一下你飞的距离有多远。好，过了。看可不可以追上我之前的记录，37000多公里吧。而且它这飞机都很帅，如果会变形就更帅了。哦，来了，哦，这关还这场，哦，现在我只玩到第三个地图，就这三个第三个就这一个地图。哦，哦，又来了又来了，追击又来了，快冲啊！我又差就撞到了，如果差撞到旁边是还好。哦，终于超越我之前的那个记录了，这现在跟自己竞赛感觉。而且你之后如果玩好几次啊，你死掉你会发现前面光束越来越多。我靠，他们射那个哦，啊，在往哪闪？我完全不知道往哪闪呢，就死了。第四关，马上 GG， 我复活好了，因为我那个紫色宝石还蛮多的。好，我们再一次，在往哪走啊？哦，这边啊，刚刚被傻傻被骗，因为他不会是说。你一开始出来的地方就是对的方向，你可能就要马上换别的方向。哇，这好像到外星人基地里面的感觉。
哦，赔到还好哦，来了来了，警告了，来了冲啊！哇，好像蛮容易撞到的。哇，追击的一直在后面呢。完了完了，我要死了！这蓝色包框框包围我就死定了，要死了！死了！刚刚有个蓝色框框在包围我，然后如果被锁住的话，就直接死掉。他只会把你，就是类似结界一样把你爆炸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现在2100，然后它刚刚有一个功能，我们看它可以用什么功能。这是什么？更多强化保护。它有等级限制，才能够用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。好，用这个好了，它要花300。它是不能接关，这是我最佳的成绩哦，所以可以照这个走就好了。照这个走的话是安全的位置。哇，可是要完全一样有点难耶。哦，没有，有闪过，而且要一直吃的东西。这个应该算是类似能量。我靠，来了。哦，好过。刚刚第四关没有关，没有过，这是现在区域二。现在可以照我最佳的成绩走，其实这也不错啊，就是有点。可以至少知道往哪走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不就蛇形吗？超级大蛇形！我靠，完了，失手，来复活一下吧。他第一次复活只要花10块，啊，十就是大好，就是。纸币十个石头好了，多吃一点这个黄色的哦，来了，现在就死在这里，所以要小心一点，很容易看到，就因为颜色有时候有点像，就容易撞到墙壁。这也算是一个要聚集会神的游戏。好，过关，第三关来了。而且这音乐还蛮刺激的，就是那种极限运动音乐。哎呦，飞高高了，飞啦！好，我刚刚照我刚刚这样走，会不会大家就死掉？我最讨厌的就是后面那个追兵，他刚开始会有教学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教学，因为我现在来不及给你们看教学了。教学会讲说后面有个什么讨厌的追兵会追到你，追到你的时候你就赶快冲刺，必须赶快逃离，不然就被追兵干掉。第四关了，哇，这关很难耶！一开始就有这个光束在射，欸，可能那是射得到吗？我刚刚是没有被射到啊。哦，来了，这要多吃一点，不然后面要加速逃跑。我靠！我靠！哎呦，我根本我要死了！干，真的死了！哈哈，我太激动了！我刚刚认真了，你达到了等级3是吗？好，玩这款游戏可能我刚才说可以放很轻松，我发现我自己不轻松。是怎样？是怎样？允许好，就是拿到奖励，拿到一颗，好，很好。我们再玩最后一次，看一下这样的有什么可以用。神器坏钱，好像是这个东西比较好用嘛，因为它写更多强化宝物，强化应该比较不会死啊。好，来咯，它这个都开始都会先闪一下，最佳成绩有2个。原来这就是我前两次玩的那个光的轨迹，就是我走过的路线。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它后面应该可以接关啊，因为有些这种游戏有点像是这种跑跑姜饼那种，就是你后面如果你要加速应该是有那个功能的，所以你可能要玩到后面才知道有没有，因为我也不确定有没有，可是应该会做那个功能啊，不然这样每个人都要从一开始先跑，要跑多久才能跑到你真的就是可以玩到后面的关卡，那关卡应该蛮多的，可是哇，这个真的技术要超级好，像我技术就没有很好，一直撞。
又来追我了。只要开始就闪电在打自己的身体，你就知道有东西在追自己。好，我现在保守路线就是走这一条，不要乱换道路。现在是跟我的那个光影擦身而过，加速加速。对，可以转圈呢。它转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可以转圈，速度够快的时候。哦，两条光影。好，多吃一点这个。这个黄色多吃一点。又被追击了。这关一开始就一直被追击。哎呦，先跑再说。到底后面什么在追自己啊？这来一个给我一个后照镜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过关。再来就是这下一关很难的，下一关很难，我等一下走另外一条路好了。现在右边有一条路我没有走过，我们来探索一下吧。来了，这边有条路，换走右边这条路好了。我刚刚都走左边那条路，所以这条路会比较适合我。哦呦，我靠，完了，被追到了。我其实是在逃跑吗？哎呀，我靠！完了！那个蓝色的东西越来越靠近了啦！我烦呢，来了！要多吃一点那个，这技术不好就到不了后面的关卡了。哎，逃过了吗？哇，往哪走啊？快！哦，过了哎，太感动了 ！Yes！ 哦。过关了，超越刚才记录了，哇，这还蛮感人的，是那种感动，就是一直如果你今天玩一款游戏，然后你一直死在同一个地方，你就会觉得很不爽。我靠，完了，我都吃不到黄色的，快先跑为主。你们看到蓝色的光，那个光在追我，啊，完了，我要死了，快啊！就是这东西超贱的，结界招，还可以复活了，再一次。哦，这关不好吃，那个加速的东西耶。来了，又来了，这个加速，我知道了，我这有一条，吃啊，快，哎，还是爆了，还是被追到了。好，今天玩到这边，66759公里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来挑战一下这款游戏，这款你可以跟朋友来挑战一下，看谁的技术比较好。这款是完全就是靠技术的，好不好？废话不用多说，就是靠技术。这款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在下面我会留下连结让大家去下载。然后如果喜欢我的游戏影片，可以按个喜欢。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介绍的话，可以订阅我，持续追踪我的话，会很多新的游戏介绍。然后我的影片频道有做分类，大家可以去挑你们喜欢玩的游戏哦。也谢谢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